老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我要怎么才能说好普通话呢？这个问题你问的真的。我觉着其实你能听得出什么是普通话和什么是东北方言的。对，但是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。你看这句话就是。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，不是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。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。对。我听不出我自己说的。哎，对。这就好很多了。哦哟。他东北话最难改。是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距离他北方太近了。对，他所以他反而不容易改。对，调不过来。调不过来。我们普通话太差了。来一瓶特仑苏沙漠有机奶，特别好喝。来，奶香浓郁。我准备把它在我的茶里倒一下。哎，可以，因为这个很好喝。老妹儿啊！啊！老妹儿啊！雪琴。哎，妹妹。妹妹。别妹儿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妹妹。妹妹不亲切。你说老妹儿多亲切，那你就别改。不是，我就是想着，就是可以叫她老妹妹。何老师，哎，完了要帮我弄米饭喽。我现在来了，还是蒸脖子饭是吧 ？No。这我们在集上买的米。哦。我们让那个我们家那个。一星啊啊，没事儿哦，都是警犬，听到自己名字就啊，全都训成警犬，都训练有素，一听一星啊。